间昏暗残破的房间中，一个身影静静地漂浮在中间。他，艾希，没有记忆，没有过去，记忆对他来说并不重要。他存在的意义，只是消灭犹大。邪恶的魔鬼，蔑视的恶魔，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，艾希明白，他必将达成他的使命。